真的是从认识到现在第一次合唱，你们两个声音蛮合的。哦，刚这个刚这个不该是那个张惠妹跟杰伦他们合唱，对，不该你们两个唱起来不输给他们。哦，辣好大哦！以外貌来讲也算胜。哎。选秀节目就是你参加那个是不是赛喽？对，星光大道，星光大道，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届。大家来想想看，可能是哪一个一起曾经一起作战的伙伴，好吧？一起带来这一首歌，不该。哎呦，位战友，哎呀，哎呀，假装我们还在一。身份转变太快，后面你不需要旁白，却谁都看得出来，是我情绪有了伤害，想哭却一片空白。真的是从认识到现在第一次合唱，对，怎么可能？我们在比赛时候没有机会合唱，我们在比赛时候没有 PK 过，也没有一起，你知道没被放在一起过，刚好还没有，没有。其实你们两个声音蛮合的，我也觉得，刚这个不该是那个张惠妹跟杰伦他们合唱，对，不该你们两个唱起来不输给他们。哦，辣好大哦！以外貌来讲也算胜。哎，我就刚做没有，那我要，那我要加入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啊！对不对？看到他最近发的唱片有没有？对，喜欢吗？哦有，而且我就是一直帮他转贴。对啊。然后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他那时候啊发片的时候，我就有帮他转贴的时候，就是很谢谢他，就是还是这么认真在唱歌。哦哟，就觉得很棒，是是。哎，我热爱的事情，真的好听，对的，因为距离上一张也四年了，四年，对，蛮是吗？我觉得好久。对啊，你最近都忙什么去了？哦，最近就是发了自己的创作单曲，这样子。哇，也有发，是啊，是新歌，各大演唱会都看到，还有帮你合巡回吧，很难请。我的目标就是，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像露露一样唱小巨蛋。哦，哎，我唱
小巨蛋你唱过很多次小巨蛋啊？对对对，我去那个，因为阿丽嘉宾嘛，有一次乱讲话，说聊天，我们就去了。宪哥的我们也上去了嘛？啊，对对对，宪哥的演唱会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便宜了。什么便宜？是我们不用钱。